首先，我们很高兴邀请香风萨克斯风教师重奏团为我们带来三首重奏曲。在我们四位老师上台过程介绍，这我们香风萨克斯风教师团是由我们四位老师在平常繁忙教学过程中，秉持对音乐的热爱聚在一起，以重奏方式表现萨克斯风迷人的音色。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次的萨克斯风四个都有所不同，那是不是让我们一同沉浸在四种不同音色的萨克斯风美妙的音乐中吧？我们再次掌声欢迎。第二首是《奇异恩典》。
曲目是 I Will Follow Him。开始30位普伦奖的得主名额到今年已经是85位。那你知道吗？在这13年里面，我们台湾区总共有多少普伦奖的得奖学子们呢？有多少呢？超过700位。哇，700位。对，我想这些呢，都要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大德菩萨，还有我们现场的师长们，还有我们台湾区的普人委员会、普人会，还有我们家访志工，还有我们这些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我们灵鹫山的志工们，让我们是先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感谢我们的志工啊，当然也感谢我们这次参与我们的教师、导师、校长啊，还有我们家访的志工。刚蔡师兄提到了我们的原本从35位。现在已经变成85位，对，那已经加会超过700位学生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就。在这过程之中呢，可能很多我们的大德、我们的赞助厂商知道，我们在不断的精进自己，调整我们这个整个活动的流程。原本我们是一个圆游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形式，对，结果呢，你看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大饭店里面，一个这么漂亮的宴会厅里面，是不是我们做了一个硬体上的一个升级？尤其呢，今年我们更有不同的改变，在硬体升级之后，我们更要求自己在软体上面更加的提升。看各位可以刚刚听到我们的重奏，萨克斯风重奏，好，在这么美妙的音乐之中，开始我们今天这一场颁奖典礼啊。
那另外呢，在今年呢，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主轴，两个主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第一个呢就是传承，传承；第二个就是感恩，感恩。那我们所谓的传承呢，就是因为呢今年呢，我们093慈善基金会董事以及我们台南区普仁会主前主委侯蔡雪莹，他今年把他这个普仁会主委的这项工作交接给我们新任普仁会主委徐谦瑜主委，我们是不是请徐谦瑜主委可以打个招呼，挥挥手？谢谢他的承担，谢谢，谢谢徐主委的参与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传承。再来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软体的升级，所以接下来哈，我们有很多的表演。那以往的表演，我们曾经有邀请到很多外面的一些表演团体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不过今年呢，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哦。今年之后的所有的表演活动，都是我们093青年团，还有许多许多刚刚讲700多位啊，有些真的还蛮喜欢回娘家的，来这些普仁的曾经得过奖的这些志工，也回到我们这个母舰船。回到我们这个娘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表演活动。我们是请这个历届得奖学子跟大家挥挥手呢。OK， 那其他因为他们在表演活动节目，所以待会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我们也谢谢呢，他每年都很发愿的呢回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这个普仁奖的颁奖典礼跟其他的活动。刚刚还有提到第二个重点就是感恩哈。这感恩呢，今天我们需要我们今天普仁奖的得主哈，相信各位都有拿到我们今天的感恩卡，有吗？有吗？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拿到感恩卡？写下你们的感恩呢？给我大声回答，有吗？有。OK， 谢谢你们。哎，我知道你们平常都非常的害羞哈，很多话想要跟我们的法师，想要跟我们的家访志工，想要跟自己的师长、校长，甚至是想要跟自己的父母亲说，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你们心中的话都一一写下。我们待会会有机会把你们这一份心意传达出去哦。所以要趁这个机会赶快写下来哦。好，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呢，也是跟传承有关。像我跟蔡师兄搭档主持了，已经超过5年了。蛮资深的，资深的，从我还没有的小孩现在已经4岁了，给个掌声吧。所以呢，今年我们有了心血啊，我们有心血，我们可以以后下次也许可以交棒了。那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心血，我们的 Kelly 可丽，还有我们的 Brian 佩燕。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年一起跟我们主持新生代两位主持人上台。是先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第11届普仁奖得奖学子吴可丽，很高兴今天能够回来担任主持人。大家好，我来自093台南区国际青年团，我是蔡佩燕，很荣幸参与这次普仁奖颁奖典礼。钟师兄，我想今天我来介绍比较不客观，那就麻烦您了。各位已经发现了，身旁这两位了，比我第一次主持的时候台风稳健多了。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他们表现实在非常好。我身旁这位又高又富又帅，我先讲他所谓的富不是金钱上的富哦。佩燕呢，他从小从出生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第一次看到他打滚，各位猜在哪里？就在我们093的讲堂里面打滚了。所以呢，他已经累积了，他参加了很多093的一些活动啊，青年团、国际青年团，还有每次的活动他都是担任我们的志工，所以他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料，是不是很富有啊？那很明显的，你看这么高又这么帅，各位可以猜一下，刚刚蔡师兄为什么说他前来介绍不太客观呢？因为虎父虎犬子，他就是我们蔡师兄的公子。蔡师兄，今天我们帮我们介绍我们可丽呢，
OK， 那刚刚有听到可莉自我介绍，是前两届我们普人奖的全国奖得奖。那在可莉获得了全普人奖全国奖颁奖了以后，很快的有波转的有愿力的，他马上又得到了我们总统府教育奖。他也很荣幸的有到总统府呢接受马总统的颁奖。那我想这个过程呢，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我们每一届普人奖得奖了以后，我们的学子已经我们的学子们已经慢慢承担出我们这个愿力跟我们这个事业了。那我想待会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两个青年军的加入是不是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活泼更有活力。那是不是让我们再次一次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那我们做过这么久，播种这么久，我们今年开始有所收成，看到我们新的这些主持人，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啊！也希望透过这个心血的流入啊，这个因为年龄更接近我们普人奖这些得奖的学生们啊，透过这个新的注入，希望贴近更贴近他们啊，那更有这个活力。每年呢，我们这个普人奖都会有这样子，接下来这样子一个过程，一个活动哦，就是临近一分钟。那我等一下会稍微介绍这临近一分钟的由来。那我这边诚挚的邀请各位哈，所有的家长啊，还有我们得奖的同学啊，甚至志工，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放下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等一下我们一起参与我们临近一分钟的活动啊，因为这个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这临近一分钟的过程可以让各位身心灵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哦。好，那我先要必须介绍一下这个临近一分钟。那各位知道，我们开山大师父灵鹫山的开山大和尚心道法师啊，他事实上他常常问大家什么是苦啊？各位，什么是苦啊？其实我也在体验什么叫做苦，不过我能想象到，不管从新闻看到还是从报章杂志看到，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苦就是战乱。战乱是非常恐怖的，你周围你认识的人，你拥有的一切，也许在一个瞬间它就消失就不见了，这就是师父说的无常。那师父呢也非常体验到说在战乱中是非常非常困苦，所以他更体验到说，如果在困苦的环境之中，但是有一群小朋友、一群学生，他们一心向善，想要努力学习，想要有发自他的内心，传播他的爱心，那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机会，用这个机会，来表扬他们？这也是一个普人奖这次的目的。所以在待会临近一分钟的时候呢。心道法师跟我们开示说，心和平，世界就和平了。待会会有几句口诀，那请各位呢放下心，放下你那每天繁忙的心，先放下各位的手机吧。然后让我们这场活动欢迎使用手机，但是请用来照相，好吗？好，那我们是不是邀请现在？现场的各位来宾、师长跟学生们，我们把心归零，我们来分享这临近一分钟。心宁静运动。一天的能量从宁静开始，深呼吸，合掌，放松，宁静下来。
宁静下来，宁静下来，我们的心回到原点。宁静是宇宙最大的能量，心和平，世界就和平了。在2011年呢，又成立了心宁静教师团，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心安静，这个沉浸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宁静运动推广到校园之中。那刚刚各位体验完这个宁静一分钟后，有没有感受到整个会场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同了？还记得吗？那个口诀：深呼吸、合掌、放松、宁静下来，让心回到原点。啊，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师父他特别提到说要让心回到原点。在这个目前这个社会的情况哈，大家工作非常繁忙，学生呢也因为联考很多承受到很大很多的一个压力，工作上呢也许冲得太快，啊，学生们念书也许累了，所以身体很容易就会缺氧，缺了氧呢身体的效率就会不好，工作就没有效率，读书也没有效率。事实上啊，学生呢可以透过这个一分钟，这个宁静一分钟，甚至我们的家长、老师还有我们的志工，就可以利用这一分钟哦，把身体重置一下。我们只要呢保持这样子，每天一分钟，或是一天两三次的这样子的习惯呢，我们就可以一直保持心中的一个宁静。我相信对小朋友念书、学生念书，或是各位家长、老师工作上面的效率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呢。师父说，心在哪里，禅堂就在哪里，所以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只要把心静下来就是禅堂，只要把心静下来就能体验这一分钟的宁静。现场呢有很多的贵宾到场，那首先呢，我们邀请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长李全教李议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议长。啊，大法师，啊，新业师，我们福人委员会我们徐主委，好像侯赛主委，我的好朋友今天好像没来，我们。哦，是你代表啊，他的公主来了。啊，我们在座所有啊，心慈慈悲的活菩萨，我还有我们东区区长啊，都也到场。啊，今天普仁奖的颁奖典礼，我再一次啊到场，啊跟大家道贺，跟大家恭喜。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啊这个面见啊新大法师啊。是我表弟带我去的，我表弟好像今天也来，许正雄啊，他今天也来了。那在新道法师的家属下，事实上，我一直啊这个寻求让自己的心更平静。刚新道法师说，这个宁静啊，心只要平和，世界啊就和平。那我宁愿用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啊。心啊，要心存啊慈悲，要有悲天悯人的心啊，啊，我想这个世界就通通和平了。啊，每天大家这个追求的，大家这个互相竞争的很多的事情啊，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本身呐 啊这个一辈子需要的。如果我们宁静下来，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想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争议啊就会消失于无形。那灵鹫山自从啊这个举办这个普仁奖的颁奖典礼，我发觉
很多的年轻学子，很多教育界的人士啊，能够这个来参加这个奖项的一个颁奖，能够皈依这个禅道，皈依心道法师，让这个社会更平和。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在这么多竞争之下呢，这个所谓人心不古嘛，这个很多社会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啊，不堪入目的报道。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善心人士、活菩萨，大家为这社会的付出，为宗教的付出，我们看到社会啊一股新生的力量，让我们心生欢喜。我想，如果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灵鹫山，有更多的普仁讲，有更多的这么多的善心活菩萨，我们社会会更祥和，会更美好。所以我在这边呢，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台南市190万市民啊，我要来感谢我们灵鹫山，我们智慧大法师，我们普仁委员会，我们很多的委员、善心活菩萨，大家为这个社会的付出。宗教跟社会的结合，他用善的出发点来感化这个社会，我想正是宗教最大的一个力量跟成就，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所以啊，我们感受到来到现场，我们就感到整个磁场啊非常的祥和，心里啊非常的欢畅。我在这边呢也再一次的这个感谢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台南市议会啊，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呢，因为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那民主的社会呢，是市政府向市议会负责，那市议会呢向全体的百姓负责，所以有关百姓任何的大小事啊，我们市议会啊都会给予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跟灵鹫山跟普仁委员会这边啊，能够结合很多的善事啊，我们也愿意付出。尤其啊，在我们顾问团里面，我们也很多这个社会善心人士啊，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为这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我在这边再一次的祝贺今天普仁奖颁奖典礼的圆满成功，也希望这个颁奖带给各位学子的意义啊。就如同刚刚在台上的，你得了这个奖以后，你感受到这一份这个感恩，然后这一份善意，我们也希望你们长大，这个传承灵鹫山这样的一个精神呢，能够在社会好好的发挥。我想这个是非常正面有意义的事情。再一次的祝贺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林议长。谢谢，邀请议长留步，我会邀请法助法师呢为我们颁发为我们赠送今年我们新年我们新道法师的新春笔墨。深耕厚德。那个助理也帮我照一张相。那个我们议长的助理呢？谢谢，我们法术法师徐祖伟，还有我们台南市议会我们李议长，还有所有的贵宾所有的所讲的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我们普仁奖的颁奖典礼事实上我参加普仁奖颁奖典礼今年是第8年也是第一次到台上来那我想这个典礼让我每次来每次都有受益尤其包括我们的法术法师每一年都给我们开示那今天也提到我们李议长刚刚也提到我们要心存感恩这也是每次参加活动我
我都会跟我们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在场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哈。那普仁奖今年大概已经第13年，那每一年我们受奖的小朋友合计已经超过700位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灵鹫山慈善基金会，可以说持续的在我们社会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是不是？我们先热烈掌声来谢谢我们的灵鹫山，好不好？感谢市民好。这边我要分享一下，刚刚比议长有提到感恩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上或者是在求学里面都会碰到任何的困难，但是相对的也会接触到我们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要心存感恩哈。我想刚刚有提到，除了感恩之外，还要心存慈悲哈。我想在我们佛教里面常常提到的心存感恩心中有慈悲，慈悲会生智慧哈，那我也会产生力量。那我们在工作上或在学业上就用这种智慧，可以解决我们碰到的任何的问题。我在担任东区的区长今年是18年哈，那在碰到的区政问题相当多。那我想各位在工作上、在学业上也碰到相当多问题，所以基本上能够参加这种活动体验我们这种磁场，让我们自己能够增加这个福分也可以产生智慧，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哈。这边我要先代表我们赖市长哈恭喜我们今天受奖的同学，也希望你们能够饮水思源哈，以后在社会上有所成的时候，也要回馈社会、回馈社区、回馈我们台南市哈。那这边我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也祝我们的贵宾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谢谢我们林局长，那邀请林局长请留步，我们要邀请我们好，我们要邀请我们法师，我们邀请我们法助法师呢上台为我们发感谢状，也是我们的师父的新春墨宝，是不是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师长。你好，大家好。然后今天是代表我母亲侯蔡雪莹来这边这个普仁奖来。然后其实我也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这个普仁奖，我觉得说其实普仁奖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嘛，普就是普是普遍的意思，那仁就是存着仁爱之心。所以普仁奖最核心的价值就是把我们的仁爱之心然后普世出去，然后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新道大法师一开始的初衷。然后他们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们台南，我们努力把它做好。然后也希望各位同学，然后经过这个普仁奖的启发之后，能把我们的核心价值更那个传递出去，然后也谢谢大家，然后在这个香格里拉大分，然后来参与这场盛会，然后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再次感谢在座的长官、贵宾，以及我们的辛苦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灵鹫山法师，还有各位辛苦的工作人员，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本届的普仁委员会主委徐千瑜，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有这个善缘，可以跟大家在此共聚一堂。那，由新道法师所创立的普仁奖，它是取普遍仁慈之意，所以在座的小朋友，你们今天真的要很珍惜这一份的荣耀，因为你们是从大台南地区大台南地区所有的中小学，经由师长的推荐，然后入选161名里面，再经由我们的评审重复，从初审、复审到交叉复审所评选出来的，你知道吗？各位小朋友，你们的生命故事，
由我们的评审委员是由20位社会贤达人士，而你们生命的故事竟然可以感动到他们，从在评审的过程当中，他们泪眼相对，他们天人交战，然后他们不舍情怀，可是就评选出了你们在座的各位85位的品德精英，所以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掌声呢？来，让我们掌声，谢谢掌声。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对你们的尊重，所以我们普人会非常的慎重，慎重到办理这一场这样子大型的颁奖典礼，然后就为了对你们的尊重，那我们动用了近100位的工作人员，我们从效仿到家访，我们从初审到复审，我们从订饭店到订节目，我们从所有的这些的细目流程，还有节目的定制，还有音乐的定制，在在都为了给你们一份这样子尊贵尊崇的荣耀，所以你们真的要很珍惜。而这一份荣耀是因为各位小朋友你们的生命故事落实在上敬天地下敬父母尊师重道兄友弟恭，你们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之中还能够落实这样子的善心善行跟善根，这就是我们心道法师他所创立这一个普人奖的宗旨，所以希望你们这些得奖的学子都能以普人小太阳，以正面积极乐观爱心的精神，为社会注入一股大的能量，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善种子，可以让善种子开花结果，成就最快乐最有前途的生命力量。也谢谢在座的各位师长，因为有你们的推荐，所以有你们爱的教育爱的推荐，才能让这一群普人的小太阳他们被看见被尊重。其实我昨天在我昨天看到一封很感人的信，他是我们5年前的普人组的得奖得主，那他因为他已经连续5年都有参加，但是他这一次因为跟他的期末考日期相冲突，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所以他写了这一封信，我希望能够给在座的普人小朋友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所有奉献的爱心，你们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位青年。5年前的普人奖对我来说有着不凡的意义，在人生低潮时及时的雪中送炭，普人奖带给我的不只是金钱上的援助，更是我精神上的肯定与支持，因此我更重视每一年的颁奖典礼，这是一种在我生命中无法抹灭的存在。再次的感谢所有奉献的人们，没有你们世界会很不一样，所以你们的世界将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普人我们历届来，因为到今年已经第13届了，所以到最后到最后除了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健康，更希望你们的肯定能牵引出更多人的爱心来共同参与灵鹫山这份善业，让我们的人间温情生生不息，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徐主委为我们带来的致辞。
品德表现从生活做起。灵鹫山佛教教团在2003年开始举办普人奖，在推动的过程中，发掘许多动人的故事。一群普人的孩子在朴实的生活中展现了品德的精神，也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光彩。普人是星道法师的别名，灵鹫山的开山和尚星道法师从小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没有机会能够好好读书，一直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保有良好品德、有心向学的孩子们，因此特别成立了普人奖。普人奖它很重视学业课程之外，重视品德方面，就是希望鼓励发掘，也能够引导全国的青少年在不好的环境之下还要力争上游，这是他最重大的意义吧。这些孩子们每个都有令人心疼的生活困境，然而当他们面对种种困难挑战的时候依然乐观坚强，他们都是普人奖的得奖者，都是经过严谨的评选过程所甄选出来的小太阳。我想要爸爸放心在天上面看着我们长大，然后我会负起我所有的责任去在未来上照顾妈妈，然后还有弟弟，不管他们发生任何事我都会负起姐姐的责任，然后也希望我在未来有更好的机会可以站在这种舞台上。你们审查过程相当的严谨，而且要老师要学生填这么多的这些资料，一者来看呢，老师对学生的关怀程度，二者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学生他怎么自己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以及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期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再来你们有亲自到现场去看啊，其实我觉得这三关呢这三关是其他奖学金所没有的。普人奖带给学校家庭是品德及生命教育的肯定。每一个得奖的孩子，因为他们良好的品德而得到鼓励及荣耀，同时分享给家人和师长们，这一刻也成为他们生命中美好的记忆。今天受表扬的都是用最振奋人心、最发扬人性光辉的方式，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写下了令人感动的篇章。这里面有很多父子母子的亲情，有些兄弟手足的同胞之爱，有些是同学之间互相关心、相互鼓励合作的这种情谊，有些是对更弱小的环境或者朋友他的关心，我觉得这种种都是值得我们肯定。从历届得奖的报名表的统计中发现，有90%个得奖者他们都是非常感恩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师长，那也非常感恩他们曾经帮助过他或是照顾过他家人，那他们都是可以说是非常懂得感恩而且不抱怨。那第二个特质是他们非常勇敢地面对困境，那也能够跟家人相扶持相勉励。那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都非常有爱心而且愿意付出，那他们非常有爱他们的同学，那也能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更了不起就是他们也非常积极地去参与社区的一些公益然后慈善的活动。好，那虽然都处在困境当中，但是都展现了人性光辉跟美好的一面。
我想现今的社会主要是可以说是道德比较沦丧，然后太追求功利。我想透过举办普人奖这样的活动，能够去表扬或是建立品德的楷模。那希望透过这些得奖的学生，他们对周遭的这种良善的影响，好让这个社会更温暖，更具人情味。爱是陪伴，是关怀，是分享。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新时代的孝道精神，一种幸福自然的陪伴关系。他们也许在物质环境上并不宽裕，在精神上却很富有。只要多一点关心和付出，幸福其实很简单。他能够好好的读书，能够这样子啊，我们这个奖实在是值得的。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奖，辅仁奖啊，这个普遍的仁慈的奖。相仿年纪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家访活动，各位知道吗？幸福是有比较的，是有幸福是有比较的。当我们看到这群小朋友在这样子困苦的环境，仍然表现出这样向善的一个一面，就像刚影片中讲的，他们真的就是小太阳。我觉得我去家访的时候，是他们在照亮你们，并不是我们在照亮。就连在这个会场里面，也是因为他们，才让这个会场这么的漂亮，这么庄严，这么的圆满。刚刚在影片中他们讲了，如果我自己的小孩还会跟我讨玩具如果做什么很乖的事情跟我讨玩具，各位有没有听到他们要什么？我讲几个例子，他想要照顾家人，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想要帮助别人，在这么年轻的这么小的年纪，却有这样子的一个志向。那另外呢，刚刚有个教务主任提到我们这个遴选过程一开始第一年参加的时候，我真的有点觉得怎么会这么麻烦呢？要填多少的表单，要写多少的表格，才能完成一个家访工作？那当时我负责了三个家访工作。那我就只好把我的老婆、把我的朋友全部叫来一起写，因为真的写不完，因为太多内容可以写了。但是这家访完了以后，原本去大家是这样兴趣缺缺，但家访完以后，发现每个人那个眼眶都是泛着泪，就是想生怕自己写的不够好，生怕自己写的不够完美而让这个小朋友落选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因为他们实在都很优秀。刚也提到我们这同城筛选跳脱了这样子的一个功利主义，我们找到各位可以看到台前这一群小朋友，他们真正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孝道，表现出他们的爱，付出奉献，就是这样种下这样子的种子。我们就期待我们今年有两位新的主持人，我们的种子开始开花了，明年、后年、大后年，一直一直。每年都有新的种子持续的开花，让我们这个活动更有意义，更加的完美。好，那我们是再一个掌声，谢谢我们周师兄的分享。那相信在场的得奖的学子们呢，你们一定或新生代，尤其是我们可立是我们普仁奖的之前的得主来主持这个颁奖节目，更有相当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主持棒交接给他们两位，那我们用这一掌声欢迎他们两位。接下来我们颁发国小组的得奖同学，总共有37位，今天到现场的总共有35位，总共分为5个梯次，现在先颁发第一个梯次，邀请台南分院法宣法师上台为我们颁奖。
学，开元国小四年级傅伟哲同学，推荐师长邱英秋师长。省公国小一年级陈玉珍同学，推荐师长蔡敏晶师长。麻豆国小四年级杨君赫同学，推荐师长许信柱老师。盐水国小三年级卓冠逸同学，推荐师长王淑珍老师。内角国小五年级林许宏同学，推荐师长黄俊清老师。我们请得奖的小朋友上来。男子国小三年级黄佑兴同学，推荐师长陈国宝老师。南西国小五年级陈义林同学，推荐师长李怡芳老师。恭喜以上同学，请颁奖人为我们颁奖。那邀请法宣师为我们颁奖。我们小朋友们是给法宣师一个最可爱的笑容，谢谢他。掌声去不断，好不好？我们小朋友很辛苦，我们一大早过来要参加排练。我相信他们今天到这个会场接着颁奖，一定可以再把我们的精神呢，继续的去发挥影响。每位都是我们的普仁小太阳。王素叶老师，树人国小六年级魏尚清同学，推荐师长王正文老师。德高国小五年级陈国顺同学，推荐师长林佩芬老师。国小六年级刘姿怡同学，推荐师长徐若秀老师。恭喜以上得奖同学。感谢颁奖人，请颁奖人与同学一起拍张合照。Thank you.
得奖同学先回座。邀请许正雄大德上台为我们颁奖。让我们热烈掌声，邀请我们许正雄大德上台为我们颁奖。得奖同学有瑞丰国小四年级林嘉玲同学，推荐师长邱于婷老师。成功国小六年级王家慧同学，推荐师长张世新老师。德高国小四年级庄一轩同学，推荐师长卢秀慈老师。玉井国小六年级陈佩文同学，推荐师长陈素华老师。南西国小五年级吴梦云同学，推荐师长李怡芳老师。成功国小六年级蔡婉君同学，推荐师长张世新老师。新南国小六年级吴一彤同学，推荐师长韦秀丽老师。恭喜以上得奖同学，那也请颁奖人与得奖同学拍个合照。下去哦。谢谢颁奖人，也请得奖同学，有请颁奖人。好，那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南安市志强狮子会吴金南会长为我们颁奖。得奖同学。青草国小六年级邱玉婷同学，推荐师长黄立秋老师。新桥国小六年级陈怡宏同学，推荐师长李淑信老师。新桥国小六年级于英姿同学，推荐师长李淑信老师。贤美国小五年级苏杰提同学，推荐师长王静雅老师。同学，推荐师长郝丽丽老师。永康复兴国小六年级刘静轩同学，推荐师长陈伟忠老师。三谷国小五年级王绿灯同学，推荐师长黄佩智老师。恭喜上得奖同学，请颁奖人与得奖同学一起合照。再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颁奖人，也请得奖同学先回座。得奖同学西港国中七年级谢雅梅同学，推荐师长施慧玲老师。推荐师长萧素玲老师。中校国中七年级杨子成同学，推荐师长林秀曼老师。西港国中七年级林简颖同学，推荐师长施慧玲老师。仁德国中七年级许慧玲同学，推荐师长陈淑慧老师。
仁德国中八年级许新瑜同学推荐师长陈嘉华老师。安顺国中九年级许芳芝同学推荐师长郭永祥老师。西港国中七年级李生荣同学推荐师长施慧玲老师。恭喜以上得奖同学，也请颁奖人跟学子们拍张照。谢谢颁奖人，也请得奖同学先回座。许宏志老师。西港国中七年级曾以璇同学推荐师长施慧玲老师。大成国中七年级周廷珍同学推荐师长洪家宏老师。大成国中八年级黄雅文同学推荐师长叶怡姿老师。大成国中七年级陈应琪同学推荐师长陈佩文老师。西港国中九年级曾品杰同学推荐师长张芊芊老师。南宁高中国中部九年级王慧珍同学推荐师长钟富天老师。南西国中九年级苏逸璇同学推荐师长陈永玉老师。恭喜以上得奖同学，请颁奖人与学子一起拍张合照。我们再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颁奖人，也请得奖同学请先回座。得奖同学，京城国中七年级周永轩同学，推荐师长吴佩欣老师。京城国中七年级陈姿荣同学，推荐师长陈如颖老师。大朝国中八年级郭义婷同学，推荐师长方英琪老师。白河国中八年级吴怡君同学推荐师长杨雅婷老师。新市国中七年级李义杰同学推荐师长黄秀平老师。和顺国中九年级刘子玲同学推荐师长张芳琪老师。和顺国中九年级王婷婷同学推荐师长潘灿君老师。仁德国中九年级蔡凤山同学推荐师长陈昭颖老师。恭喜以上得奖同学，也请颁奖人跟得奖学子拍张合照。大成国中九年
年级邱燕山同学，推荐师长蔡佩莹老师。新城国中八年级欧慧山同学，推荐师长江若平老师。贵同学，推荐师长江若平老师。柳营国中八年级黄子轩同学，推荐师长张和黄老师。松山国中七年级张文轩同学，推荐师长林秀曼老师。也不要忘记还会一个热烈的掌声哦。太子国中八年级陈玉儿同学，推荐师长李晨兰老师。太子国中八年级李芳宜同学，推荐师长李晨兰老师。恭喜上得奖同学，也请颁奖人与学子拍张合照。拿出你们最开心、最温暖的笑容哦。感谢颁奖人。颁奖人也请得奖同学请先回座。摘品同学，推荐师长萧善友老师。大成国中九年级陈应宇同学，推荐师长张思宇老师。大成国中八年级萧永新同学，推荐师长周俊妹老师。大湾国中九年级唐子勋同学，推荐师长王国斌老师。龙溪国中八年级王庭珍同学，推荐师长林秀玲老师。复兴国中八年级庄金宝同学，推荐师长林冬梅老师。云林中学八年级黄小平同学，推荐师长陈丽珠老师。恭喜上得奖同学。谢谢颁奖人，那也请得奖学子先回座。感谢颁奖人。接下来得奖同学，仁德国中八年级郑能义同学，推荐师长郭贵信老师。南溪国中九年级万荣恩同学，推荐师长林义山老师。国中九年级邱玉顺同学，推荐师长许丽珍老师。仁德国中九年级苏荣典同学，推荐师长林金英老师。大成国中九年级罗文熙同学，推荐师长老师。南化国中九年级余坤宏同学，推荐师长谢元入老师。安南国中七年级郭佩荣同学，推荐师长郭宪章老师。给佩荣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恭喜上得奖同学。同学往右靠一点，来，我们这些都是大朋友，露出你最灿烂的笑容。好的，那我们请小朋友在我们刚刚排演的位置，那邀请我们现场三位法师和我们刚刚颁奖的。那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得奖的学子们呢可以大声的
念出他们的影响力，因为每位得奖学子都是我们辅仁小太阳，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周遭、校园、学校，如果能够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作为我们品德的模范，那相信我们新道师父讲的心和平，世界就和平，会透过我们这些得奖的学子们呢，尽量的把我们的影响力、把我们的愿力散布在我们社会的各处。那接下来，现在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屏幕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届这个爱与和平小天使历届代表。为什么会有历届代表？也就是我们这样子一个传承的一个意义。到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了。待会呢，我们就会由上届代表林玉林同学将爱与和平小天使的使命薪火相传给我们这一届的这个辅仁之子。今年呢，我们的代表就是大桥国中八年级郭一婷同学代表我们接受这个授勋的动作。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每年一年一年持续的传承下去，明年第七届、第八届一直到持续的下去。对，让我们先以热烈掌声来欢迎玉莹跟一婷。来，等一下，等一下，在进行授勋以前呢，我跟各位分享一段格力。是。两年前呢，你也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而且呢，去年你是担任授勋的得奖学子，对不对？对。那你可以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一届的辅仁奖得奖学子们分享一下，你在接受授勋，还有在宣誓的时候你的感想。好，就是当我在接受授勋的时候呢，就是会感受到就是来自各界的关怀、鼓励跟支持，那得到了很多正面的能量。对，那在宣誓的时候呢，也会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宣誓的那些口号、声号、心号、意号那些把它实践出来，那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对，请授勋。也请在场的各位粉掌声给他们热烈的鼓励。你要讲几句话来开始进行宣誓呢？新道法师说，愿力与业力的差别，业力是顺随环境的生活，愿力是正面、积极、乐观、爱心、承担的生活，有方向、有目标。接下来，请玉林同学和一婷同学会带本届所有爱与和平小天使们一起宣誓，请得奖同学大声念出，灌注你们的愿力。一起让我们成为未来社会正面力量的中坚，请宣誓。爱与和平小天使，宁静宣誓。请授奖学子举起右手。我愿以和平为使命，我愿以和平为使命，以宁静让心和平。以宁静让心和平，以爱关怀生命，以爱关怀生命，散播爱与和平，散播爱与和平，启动心宁静，启动心宁静，让普人之爱充满人间，让普人之爱充满人间。手请放下。我们以诚挚感恩的心，我们以诚挚感恩的心，感谢所有为灵鹫山辅仁奖，感谢所有为灵鹫山辅仁奖发心奉献的菩萨大德，
发心奉献的菩萨大德，感谢所有护持普仁奖，感谢所有护持普仁奖及提拔与鼓励我们的师长，及提拔与鼓励我们的师长，有您们的支持与关爱，有您们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才有机会被发掘，我们才有机会被发掘，并站上这个荣耀的舞台，并站上这个荣耀的舞台。更感谢我的家人，更感谢我的家人无尽的呵护与陪伴，无尽的呵护与陪伴，让我不在逆境中，让我不在逆境中失去自我，失去自我。我们将会以三好，我们将会以三好，身好口好意好，身好口好意好，及五德，及五德，正面积极，正面积极，乐观爱心愿力的精神，乐观爱心愿力的精神，继续面对我们的人生，继续面对我们的人生，期望我们的未来，期望我们的未来能够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人，能够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人，也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感恩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也恭喜本届的普仁之子们，请本届得奖学子佩蓉、逸婷和文玲留步，其他同学请回座。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长官、嘉宾、老师、家长及各位得奖的同学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南国中一年级的郭佩蓉，很荣幸由161位普仁奖被推荐人中，经由初选、志工们的家庭访视及复选后脱颖而出，进而代表台南区参加全国的决选。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和一个疼我的爸爸，还有个因先天胆道闭锁患肝的姐姐。从一出生，我也是和大家一样能够自由自在的活动，但渐渐的到了2岁多的时候，走路却变得摇摇晃晃，容易跌倒。妈妈带我到医院检查，但情况并未改善，反而愈来愈严重，走路也愈来愈不稳，直到3岁才被确诊出罹患了罕见疾病脊髓肌肉萎缩症。我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基因遗传，而这种病在世界上是无药可医的。有一次，我为了找到医治的方法，在幼稚园中大班时花了2年的时间，自愿当医生研究的白老鼠，每天吃药，按时抽血，激励测试，希望能找出医治的方法，拯救全世界和我一样罹患此病的人，但还是失败了。医生说，此病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更严重。多年来，我已从可以走2到3公尺，退步到只能步行1-2步，站立10到20秒，而今只能以轮椅代步了。但我不放弃自己，继续努力地做复健。我曾羡慕大家能够自由自在地活动，但我也勉励自己，要在别的地方比他人好，找到一个属于我的天地。
我喜欢画画，我希望能借由画画让我陶醉在画的世界里，无忧无虑的享受。我也喜爱数学，能从数学里找到乐趣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海伦·凯勒曾说过，虽然我无法像旁人一样走在宽广平坦的大路上，但情绪不平甚至满地荆棘的小路一样是路，只要有路我就准备走去，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有决心。这让我知道了要知足惜福。我很感谢爸爸妈妈及家人对我日常生活中不辞辛劳的照顾协助。而在学校里，我感谢师长和同学们在各方面的引导，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减少了许多不便，才能有更好的表现。今天能得到辅仁奖，我感谢推荐我的安南国中郭校长、老师以及志工们，还有评审委员们，更感动于辅仁奖的服务、包容、博爱的伟大精神。这奖给予我莫大的鼓励，我会本着自身的努力，在校协助同学们课业上的困难，以我做榜样，激励同学要爱惜身体，奋发向上。将来若有机会，我想成为一名辅具设计师，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皆能感受到生命的光与热。我将会继续努力，不轻易被病魔打败，面对挫折仍会微笑感恩，把握当下，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让自己精彩地过着每一天。最后，我也期许所有得奖的朋友们能够本着辅仁奖的精神，以深刻的言行，很朴实认真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在困难的环境中能有一颗向上的心，还有一颗不但渴望被爱也会去爱人的心。谢谢大家。谢谢。原本的安排我应该要问他一些问题，跟他做一些访问，但是我觉得这是多余的。各位可以感受到吗？这就是我全家。应该感受到他的光跟热吗？哦，很感谢他跟我们分享。事实上，就是徐家宏的感觉是谁？我们可以从这些小朋友学到更多，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这样子奋斗的精神。即使在这样困苦的环境啊，或是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体条件之下，仍然听听看他说的是什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他一样，他想发光发热，分享他的爱，得到大家的爱，这就是我们辅仁奖的精神。对不起，我实在忘不下去了。我们是接下来，请请一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佩蓉的爸爸妈妈，让我们为您说声感谢，谢谢您提供给我们全奖佩老师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佩蓉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们给我们挥挥手。好，谢谢爸爸这边，真的谢谢您，谢谢。佩蓉，你带给我们最正向的力量，这一点真的像刚刚钟师兄讲的。我们从你身上学习到的，也希望你继续发扬我们辅仁之耻的小太阳的影响力，照耀你周遭，不管多远，好吗？我觉得他不是小太阳，他是大太阳。好，那我们再热烈掌声，谢谢佩蓉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佩蓉。
的。主持人、各位长官以及灵鹫山各位慈悲的法师、在场的志工、叔叔阿姨以及贵宾和同学们，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大家好。真多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会使给我站起来台面，甲大家分享我这个庄卡内戆囡仔的故事。这个是我头一摆对遐尼济个人讲话，我吼有淡薄仔紧张啦。袂紧张啦，来个掌声。但是我头早出门的时阵，阮姨丈吼摕予我一个物件，就是这個。伊讲，我若紧张的时阵，就大力甲吸落去。哦，讲安尼较袂紧张呢。大家敢有兴趣想要听我的故事呢？有、哦。哇，大家遐尼啊捧场，安尼我就讲予大家听。伫我出世了无偌久，我的爸母就来离婚啊，因为各种的原因，迄当时欠欠啊。我就送予别人做囝，好咧！家在有两个人，脚手真猛，开着一台黄色个定定个火花个老爷车，收一个解救着我个命运。因将我带转去厝个，逐工洗头若做完，也阁煮三顿予我食，甲我饲奶。有时伊家会带我去看医生，甲我饲药啊。带我去读册、上课，甲我六屎六尿兼洗裤，暗时阁爱陪我睏，甲我写字做功课，定定阁为我咧操心烦恼。无论是做胖袂胖，还是路边摆摊卖糖仔，因赚的拢是辛苦钱。一直到即马，即两位我心目中的活菩萨。也搁为我的学费伫咧烦恼，我感觉因是伫世界上上戆的人，戆戆啊带我即个外孙，戆戆啊伫咧为我牺牲，搁真爱叫我戆囡仔。踮伫即个世界中，因是我上感谢，嘛是我上敬爱的人。即两位就是我缘投的外公，甲水当当的外妈。阮阿公伊无读啥物册，毋过阿公的为人定定予我对伊足佩服的。有一个叫做吴念真的知名导演，较早捌来厝里找阮阿公拍纪录片，因为阮阿公逐工拢甲无画完的胖，甲加两个送予一间医院院。伫这二十年当中，无论透风落雨。伊逐工亲身送过去，而且阿公坚持怀留伊个名。阮阿公定咧讲：一枝草，一点露，咱人咧做，天伫咧看。咱若趁有三顿食好饱，安尼就好啊。若有机会吼，就爱帮助社会上遐个艰苦人啦。嘛是因为阮阿公个关系，我即嘛足骨力。伫咧做志工来帮助别人，自从我懂事以来，就没看过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少来往。我跟着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2年。刚升上国中的时候，我有一段叛逆的日子。那时候不懂事，让两位年纪大的外公和外婆在大街小巷骑着摩托车慌张地寻找我，为我紧张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很后悔。直到一年前，我的大姨和姨丈他们看到隔代教养的问题，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帮助我转了3个学校才到台南来，也因为他们对我的教育和无私的爱改变了我，让我重新找到人生的梦想和希望。但这个故事下次如果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特别想做的，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赶快长大，报答我的外公和外婆。现在的我能力有限，除了在过年的时候卖力的搬货、叫卖糖果之外，为了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我更努力的想争取奖学金。很幸运的得到了普仁奖的支持，在这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方殷琦老师。老师有来吗？给我们挥挥手。谢谢您。他推荐我参加普仁奖，还有在通过普仁奖的时候，那两次来家里访视我的四位志工，他们和我分享生命中的故事以及创业过程的甘苦谈，并且鼓励我坚持梦想，努力读书。还有一位是某天中午饿着肚子，特别跑一趟向李长伯申请文件的林前会长。如果没有这些人全力的协助，今天我不会有机会能领这个奖。感谢你们对一个不认识的龚琳娜所做的一切帮助，感谢各位师伯和师姨，你们都会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的大阿姨和我说过，人和人之间都应该要互惠合作，努力让彼此得到更好的生活，这才是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个小太阳，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像新道法师一样，将仁爱与慈善传递到每个角落。不论未来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灵鹫山的各位师伯师姨一样，乐于服务大众，温暖更多更多的人。感恩菩萨，感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弟弟，我们爱公主的待遇。今天上街这位人，我的姨丈跟我的阿姨，跟咱听听洪台公一下感谢的，多谢你，谢谢。没错，讲，看到了，看到是阿姨跟姨丈哈。OK， 好，爱公大力，感谢你。我今仔日叫你，我伊拄仔讲伊话，讲了也有时间，也有机会，搁要继续讲着。安尼，我先甲你预约大力边个讲，有用。你要几栋后来跟教分社主持人？拢会使，拢会使。对，安尼讲就妥协哦。师兄，真的，我们不是给予，我们真的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真的。我们应该考虑明年开始叫做普仁大太阳，已经不是小太阳。对，真的，我们建议改成普仁大太阳。一天。啊，谢谢你，记得要回娘家，记得我们的约定，要回来担任主持人哦。我们随时欢迎你。OK， 好，谢谢，谢谢大家。各位来宾，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郭文玲，我来自安南区青草国小。盛大的活动，我一直到刚刚还难以置信我可以来到这里并且上台表演。谢谢灵鹫山慈善基金会给我这样的机会。其实我现在好紧张哦。我们掌声给他支持。回想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也在一个月前，那时候我才刚回家，发现地上有我的信，我才猛然的知道，原来我获得了普仁奖。
那时候的我真的吓了一大跳，我在想该不会是我在做梦吧，但是呢我揉一揉眼睛再看一次，才发现我并没有在做梦，这是真的，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谢谢灵鹫山的老师以及所有关心我的师长，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拥有安全温暖的学习环境，因为你们温暖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让我即使在黑暗中仍然可以找到光明的前程，真的很谢谢你们。现在我要带来一首用陶笛演奏的曲子，曲名是《小手拉大手》，献给所有关心我的师长以及在场的所有来宾。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这是我们很优秀的一个弟弟，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
那就如我说的呢，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他们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听得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啊。刚刚没有流眼泪的请举手。对，那我们再次感谢啊，刚刚有提到哦，要感谢师长，还有感谢导师，还有我们的灵鹫山的这些志工。刚刚一开始节目开始之后有说有发给各位小卡，小卡准备好了吗？你写好了吗？他写好了，那其他小朋友写好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要赶快准备哦，我们等一下可能就要开始，我们要把我们这份心中的爱传递给应该传递到的人。我们再次谢谢温妮，再给他鼓掌，感谢他，谢谢你，谢谢，谢谢温妮，下期再见。我们邀请的是金城国中康纪元校长，我们再来掌声邀请我们的校长为我们致辞。谢谢四位辛苦的领袖，我们基金会董事长行月法师，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各位获奖的同学们，以及陪伴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师长，以及与会的各位贵宾、各位大德，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虽然我现在也很紧张，但是我不能说我很紧张。那我想，首先我要感谢，也恭喜，今天获奖的各位同学。我想大家都是在这个这么多竞争的这个同学当中，能够确定中选。好，那刚刚我们从这个主委当中也听到，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同学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来鼓励自己，也鼓励今天获奖。好，掌声，谢谢你们。那其次我要感谢我们这个基金会，把我们的心道法师所创设的这一个普人奖。那因为有大家的努力，还有很多的大德们大家的一个支持跟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借由这样的场合来鼓励这些优秀的孩子们。那最后我其实要提醒我们全体的同学们啊，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善缘啊，因为有基金会法师，有这么多关心教育的这些社会的贤达跟大德，还有我们学校的师长，如果没有大家串成这样的一个善缘，我想今天各位不会在这，所以要汲取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心存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情，不管未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想你都会汲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态度做一个延伸，这个对各位来说，在未来的生涯，在你的生命当中，我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希望大家永远记住这一刻。那最后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今天与会的各位贵宾，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心，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再次感谢金城国中康纪元校长。那我们热烈掌声邀请我们吴中勋老师上台分享。在场的灵鹫山的法师们，以及关心我们教育的伙伴，还有来自各校的校长、主任，还有得奖的小朋友，以及辛苦陪伴你们来的爸爸妈妈，大家午安！大家午安！那很高兴哦，托我两位小我们学校两位小太阳的福气，那我有机会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心得与感想。那记得时间过得很快，去年的大概一月，也是一样一月这个时候，我坐在那个位置，听着很多小朋友在台上讲他们的故事，也听着很多老师在诉说着他们怎么去挖掘这些小太阳的背后的一些过程，我听着觉得心里非常的激动。我在想说，那我是回到我的工作职场上，也应该认真努力去做一下这件事情，才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多正面能量。我记得我去年最大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王希家长看到，也许在我们的那个影片上看到，就是说，这个社会上
不缺才华洋溢的人，也不缺高文凭的人，但是会发现越来越少坚持品德的人。而所有在场参与普仁奖的各位志工伙伴、各位老师，其实你们就是我们推动品德教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实践者，这是去年给我一个最大的震撼。所以我回到我的工作职场，因为我们是第一线的教师，其实是最可以去发现说到底哪些小朋友他可以被挖掘出来，他就像一颗没有被雕琢的星星，但是我们去把它雕琢，把它挖掘出来，很高兴。那我就回家拼命挖，用我的手去挖，用我的眼睛，虽然度数已经很深了，但是我很努力去观察我们班上、我们学校很多特殊的小朋友。我发现刚才上来的第三位小朋友，大家应该有看到，瘦瘦小小黑黑的，可是我从一年级其实认识他的时候，我发现不管在学校哪个地方看到这个小朋友，他永远用他很清新很甜美的笑容跟老师很亲切问好，甚至你也常常可以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面看到他，个子小小却搬了很重的东西，有时候搬到那个书都已经打到他眼睛了，你问他说文你为什么要搬这个东西，是不是怎么样啊，他就回答说，他就很帅气回答说，啊没有，我就刚好看到老师在帮忙，我就顺便过去帮忙了。我刚好看到跟顺便过去，应该在场的各位老师你们应该很有感触，很多学生看到我们从前面走过来的时候，就会刚好需要转弯去上厕所，就要刚好有人在叫我接手机，好像若无其事离开了。我发现在文林身上这个刚好跟顺便的特质是非常非常正向的能量，这也是我看到他给我一个最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也觉得说我如果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不断的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把这份的刚好顺便去帮助别人，我相信我们社会一定会更美好。那当然非常感谢我林秀山的所有的家访志工老师，其实在跟你们互动的过程中，你们给我的东西其实更多，我除了从这边得到怎么去挖掘这些孩子的天分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你们会跟我说，在你们家访过程中，很多小朋友其实他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有点瑕疵的部分，就像我们的小太阳，其实太阳也有黑子，对不对？那这些黑子其实并不是他需要被人家，只是我们如果可以让这些黑子把它慢慢的把它让它弱化，其实可以让它的更大的光芒可以散发出来。那在这里真的真的哈，代表我们青草国小，我们今年有两位小太阳，这两位小太阳在我们学校发光发热，相信通过他们的发光发热，可以将我们林秀山的这份品德教育的一个使命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品德教育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重视。谢谢大家。谢谢张俊伟老师。佩燕，我听说青年团以及历届辅仁学子有准备一个表演要来表达他们的感谢，你知道是什么表演吗？我知道，他们要带来的手语表演，也就是感谢。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赶紧邀他们上台表演吧！给予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没有，你要跟那个师姐聊，我等下这不是我的，我等下要还他。等一下，我再跟你说。
是不是给予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据我所知，他们不止准备了表演，还带来一首感谢诗呢。那现在就邀请历届辅仁学子以及青年团代表新杰为我们致赠感谢诗。感谢慈爱的新道师父创立辅仁奖，发扬品德教育。感谢所有的功德主护持辅仁奖，奖励优良品德表现。感谢敬爱的师长推荐我们参与辅仁奖，彰显品德实践精神。感谢亲爱的家访志工到府关怀与鼓励，让我们有机会被发掘。感谢所有评审老师用心仔细的审查，表扬受颁授辅仁奖。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温暖的环境，教导我乐观面对困境。感谢在场的每一位志工付出您的时间与心力，成就今天的颁奖典礼。感谢生命中的每份善心，愿人人活出生命的真善美。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喜乐。谢谢欣姐的感谢诗。黑燕知道吗？之前我也有很多感谢的话想告诉法师以及师长们，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一届我们特别准备了感谢卡，让学子们能够将心里面的感谢写下来，并分享给他想要感谢的人。首先，我们先请历届辅仁及青年团成员将他们的感谢卡送给法师及功德主们。好，我们请青年团还有历届志工们先送给法师及功德主们，也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们无私的付出。有了青年团和历届辅仁奖学长学姐们的示范，接下来就请本届得奖学子们也要将他们的感谢一起表达出来哦。首先，先对到家里访问的家访志工们，给予他们献上卡片，还有一个拥抱。那我们请得奖同学开始赠送卡片。那在得奖同学移动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历届得奖学子呢，也会将他们的感谢卡送给我们在场的一些大头菩萨贵宾跟功德主们。那另外，我们也请家访志工们，请你们起立一下，我们要安排一下，请你往这边移动，来，请你往那个学子桌这边。家访志工，学子桌这边，对。来，我们请家访志工就在我们的学子桌附近呢，那个一桌大概有一两位站着。家访志工，对，那。我们得奖的同学们或许在你那一桌不是你家访的志工，但是呢，我想爱心跟他们的奉献都是一样的。那请你们呢，将你们卡片呢，就送给在家桌旁边的志工们。那你们的卡片呢，我们也会把你们放在我们的台湾分院分享，对大家的感谢哦。朋友在这边，两桌同学在这边。OK， 那这一桌。同学交往志工麻烦过来一下好不好，这一桌我们一桌站一两个好不好，均匀分散。还有交往志工吗，方便来这边吗？有了吗？来，我们交往志工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这两个桌子了？正在上升，还好刚刚我们的主持人，棘手，进来真的就一直感受到那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动，而且有听到我们这次得奖的三位这些小太阳的分享，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
我已经又看到眼泪。小太阳说，就是让在天上的爸爸安心看着我们长大。所以这个仆人叫做普遍仁慈，但是这些的小太阳如果没有我们大家合力，我们是不可能发掘跟找到他们。在这一次我们从270所国中国小经过了我们校长，所以第一个我要代表师父我们全体灵鹫山感谢我们尊敬的校长李校长、柯校长、汪校长、华校长，所有我记得的校长，还有我们的推荐的老师，刘丽丽老师、刘伟忠老师、郭宪章老师等等这些老师，还有我们这次各界遴选出来的贤达人士，给我们做最大和最后的一个决定跟评选，还有我们这一群志工，他们不辞辛劳，昨天黄助师也给我看了，在志工这一组，他们只要是找得到的这些小太阳，经过老师推荐的，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在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还是尽他们最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我本来有很多的话想讲，后来因为整个的过程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帮我代言了，所以我想在这边最主要就是一种感谢。那我要下来回到台南的时候，创办人师父也特别也很慈悲，他也特别录了几句话，所以我想在这边也念给大家听一下。师父说，每年我们颁发辅仁奖，目的是能够帮助这些喜欢上进聪明的学生，对他们我们只有鼓励，希望透过辅仁奖帮助他们有信心，更有信心，也能继续保持着这份的爱心与品德，并且能够影响更多年轻的学子像他们一样的优秀。希望与会的大众以及社会各界都能够一起支持这份的爱心，这份的鼓励，给予辅仁学子们更多的养分与爱心。这个是我们创办人这次特别很慈悲的，就是我要出门的时候，就是说，那你到了台南要记得把我想要讲的这句话也要传达，大家收到了吗？收到了。那我回去可以交差了。我们知道，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所以师父说，地球是我们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地球的公民，我们都应该用爱，爱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所以普仁就是我们展现的一种方式。那今年我们普仁也跨越了金门、连江，这些都已经在我们整个本国。那在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进入到整个东南亚到亚洲，所以大家是不是还要继续支持这份的爱的力量？当然要。最后我想真的还是有很多感谢哈，刚好感谢到校长老师，还有我们评审委员，还有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这些扶持我们的赞助的这些单位，不管他们重视自己经济不是很好，可是能够给小朋友有一份的鼓励，他们还是非常的把自己省下来的钱、省下来的物资作为一个供养。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放在心里面最大的感恩。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法师，我们台南分院的主持法师，他已经是我们灵鹫山师父指派最长最长的常驻法师，还有我们的助理黄法仙法师。那普仁呢，这一次经过了今年慈善基金会是第八届，
好，那师父也特别指派了一位，就是我们的次工的执行长。好，他已经跟随师父20多年，那今年师父也特别点名了他，所以他是完全的次工奉献，就是我们的蔡高中执行长。好，欢迎执行长。所以呢，我们的团队是非常具有这份的使命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师父有讲过一句话，对不对？幸福是要靠大家合作，对吗？对。然后呢，就是一种最大的一个关怀，生命的关怀就是从爱去关怀。好，那最后呢，我在新的一年来，我想以师父今年的墨宝就是深耕厚德。明年呢，今年就是猴年，就是猴年。但是这个好年呢，为什么师父写深耕厚德？那个德就是我们现在在展现的这种品德之行，也就是品德之美。好，那最后呢，祝大家一切吉祥如意。好，阿弥陀佛。我们感谢今天的老师。这个敬重的法珠法师，我们那个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个新月法师，这个我们将来去的王执行长，我们代执行理事，那么各位与会的这一个大德贵宾，各位尊重的这一个校长老师，以及各位得奖的同学们，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我们台南啊，是一个非常有这一个文化的地方。那事实上，台南是台湾文化的发源地，也是这个我们讲台湾啊这一词最主要的这个来源。为什么各位知道吗？我们台南一个地方叫做个安平。安平的古名就叫做一坤生，那一坤生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台湾窝，也叫台湾窝。所以我想，身为这个台南人都应该是这个有荣焉的。那这个普仁奖呢，到目前为止呢是今年是第14年，今年第14年。那现在普仁奖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呢？就包括除了台湾以外呢，还包括这一个整个离岛各地啊，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甚至于连那一个福建那个连江县都有了。那各地的普仁奖呢，它各有它的特色。但是呢，我在看呢，台南呢就是最有创意的，它这一个。连结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各个不同的资源，那么共同让大家有机会，他打造了一个平台，共同让大家有一个行善的一个机会。那事实上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基金会呢在跟台南学习的这一个地方。所以今年呢，我们这一个全国的这个普仁奖颁奖，我们把名额从去年的26位。大概预计今年呢会提高1倍以上。那同样的呢，我们台南在去年的这个全国奖的名额呢有3位。那换句话说，顺理成章的，我们今年呢台南地区所诞生的这个全国奖的这个名额呢，大概就会6位。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奖助金从原来的这一个每个人3000块，提高到10000。那目前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要缩短简化整个审核的流程，我们就完全尊重了这一个地方的这个审核，所以报到这一个基金会呢，是由全国的这个普仁推广委员会只是做一个核备的这个动作而已。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跟这个台南的地区的普仁会呢取经而来的。感谢各位的这个投入。那新道师父呢，创建这一个灵鹫山呢，大概今年是第33个年头了。
安丘山的周峰呢，一路走来呢，就是以所谓的慈悲、尊重、包容跟博爱，啊，尤其是这一个慈悲、尊重、包容啊，慈悲、尊重、包容跟博爱呢，这个是不分种族跟不分国界的。那尤其是清道师父呢，他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生于比较动乱的这个年代，所以他有很多的愿望。那么其中有几个，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世界不要有战乱。那第一个愿望呢，就是世界都希望啊，把所有物品呢，皆有所养，皆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温馨的这一个照顾。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一个好几年前呢，在缅甸呢，就推动了一个国国种子奖学金的这个计划。那事实上呢，也算是这一个缅甸的这个普仁奖。那么在这一个去年呢，师父呢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规模扩大，所以我们在缅甸呢有一个叫做诺曼计划。这个诺曼计划其实就是一个沙弥的这一个教育。那除了这一个认养孤贫以外呢，也希望这一个培养生财。那么这些生财呢，除了所谓的弘扬佛法，因为缅甸呢基本上它是这个佛法南传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根据地，那希望这个透过身材的培养呢，可以到全世界呢跟不同的宗教做对话，因为对话呢彼此之间才会有了解，才会有尊重跟包容。那我想这一路走来都是那个师父的这个心愿哦，希望从这个所谓的人心的平衡呢，进而追求世界的和平。那当然我们要这样做，离这一个追求世界和平的路可能还很远，但是基本上它是第一个这一个起步了哈。那各位如果有兴趣来参与这一个我们诺曼计划沙弥的这一个培养的话呢，也可以透过呢海能讲堂呢跟我们基金会做联络。花个时间做个小广告啊，对不起。最后呢，我时而压会呢来讲几句话。有人说呢，这个热情会是盲目的，如果他没有知识的话；那知识会是无用的，如果他没有付出的话；那付出到最后会是空虚的，如果他没有爱做基础的话。我们这些话勉励所有这一个得奖的这个同学们哈，希望你们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然后长大以后呢，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这个栋梁的这个人才，那也记得要付出，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呢能够因为有你们，然后能够更加温馨。感谢各位社会大德的这个参与哈。最后进入这一个，望今天也快结束了，真的整个大会真的是很圆满成功哈。那也祝各位吉祥如意，阖家平安。这一个身心愉快，阿弥陀佛。谢谢，非常谢谢我们云贵山慈善基金会执行长蔡高中蔡。看，就是开始。